其实今年我们在比完《未来少女》节目之后呢，有接了非常多的校园演唱。其实我们已经算是巡回大概三分之二的台湾，然后呢都有在演唱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台北跨年。那我们以前我们有几位之前有过在跨年表演的经验，但是都是在中南部，没有在台北跨年。那他们其他就是也是第一次算是在台北就正式一个跨年表演这样，因为我们都加了很多的小巧思啊，然后头发都绑了很多东西，就想说难得一次的机会，今天要最闪亮。我家人有特别从台中上来看演出这样，对他们说现在人都超多的，所以有点小紧张，因为人蛮多的。我妈妈也有到现场，她一个人跑到好像蛮中间的位置，对，她站在那里一个人看。爸爸今天在我出门前就问我说几台转播，然后妈妈有来现场看，对，妈妈有来现场看。爸爸说，他要看转播也是想要预估我回家的时间，他要煮他新学会的汤给我喝这样。我们保暖就是姐姐他们有帮我们买那种超级大。超级厚的那种暖暖包，然后因为姐姐们也有帮我买那种贴在身上的那种暖暖包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背后都有贴一片预防寒冷。